主唱社是我们的 Emma 老师，掌声鼓励一下。大家好，谢谢。好，那两首歌之后呢，要让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器乐的演奏。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会邀请就是刘月之前的学姐回来，然后顺便介绍一下，就是在台上一起演出的伙伴，就是在你们的最右手边，就是我的 keyboard 手，我们小文老师。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在你们的最左手边呢，今天呢，本来设施应该是小哈老师，可是他们大家都知道铁骑乐团最近在发片，就是他们11:59巡回，所以我们特别从台南重金礼聘到这个是全国等级的，就是你只要有去参加过什么台南一中办的竹园钢乐音大赛，就会看到大飞老师，因为大飞老师是全国指定的评审，我们的贝斯手大飞老师。好，然后再来就是这学期很荣幸可以邀请回来了我们非常厉害的算学姐吗？我们的刘伟老师，鼓手刘伟。好，然后最后我是你们吉他老师 Andy。 那再来的话，我要带来一首比较容易入耳的演奏曲，就是没有唱歌，所以不要等一下等了5分钟说哎，那没唱歌呢。好，这首歌是没有唱歌，就是纯乐器上的演奏，带来这首千年不败的歌曲《摇滚卡农》，谢谢。
个如此热血的社团，就是在纽约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乐团的编制啊，然后有贝斯啊，有电吉他。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要邀请这位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学姐，我们的佑轩。